Okay, guys, welcome to my channel. So, 我的频道 Evil Game. So,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帮我 subscribe. 然后旁边有个小铃铛, 然后我会定时 upload 这个 video,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视频. So, 今天主要是, upload 一个, 视频是关于我这个 Ragnarok Online. So, 我是想把我的这个 Runestone 去做一个开箱, 我已经存了差不多几个礼拜啦. So, let's go,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 character, 140等级, 主要是做这个, 商人的职业. So, let's go, 我们看一下. Okay. So, 其实我玩这个 game 差不多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甚至, 诶, 没有4年吗? 有吗? 很像是从20 忘记了 whatever 啦。 S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角色， 现在我里面有的， 我内存了一些这个 stone， 这个来讲我这边就有 49个， 然后 符文， 其他的符文来讲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 9个的 S class 的这个 gelatin root stone， 然后 smooth root stone 有23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 fair root stone。 所以， 我今天准备全部做一个开箱， 来看一下今天会拿到什么比较好的 S class 的这个 Runestone。 So let's go， 我们去开箱一下。 Okay. Okay. So 这边来， 我们看一下， 我应该都买完了， 看一下会不会再买掉它算了， 一次过开完。 好，求神保佑。 OK， 给我开一下开到最好的，我希望今天可以开到一个我的那个加农炮的 S skill 的这个 Runestone。 So let's go， 首先开这一个53个的， 一次过开完， 看一下会拿到什么比较好的。 OK， 一二三，OK，attack的东西还拿到蛮多一下， so， 蛮多都是 attack type 跟这个 defense type 的。 So 准备开 skill stone 了， 先开这个最普通的 fill stone， fill rock stone， 我们开一下。 OK， 来开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 OK， 好像都不是属于我的职业的。 这个是补师的，没有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我这一个里面没有补师这个职业， so 有信心的都是补师的。这个是修罗的，可是我也是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帮助。 OK， 再来开。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麻烦的嘞，因为每次都只可以买10个，为什么他不直接一次过做一个40个的，还是99个的？ OK， 让我一次过开完。 OK， 10个，哎，这一个蛮不错，有加8的，增强我的 strength SDR， 然后 teammate 会再增加3。 OK， 这个蛮不错，看一下其他的，其他的就还好，没有信心。 OK，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我们再开一下。 OK， 看一下，保佑。 OK。 这个也是没有属于我自己本身的职业的，都是一些，我们讲 Paladin
或者是法师的，这个也没有很重要。OK， 再来 ，OK， 再开 ，OK， 啊，也没有，主要的都不是属于我的职业的，都是法师的比较多。OK， 再来，剩下最后三个。有没有比较好的？好，完全不拉杆这三样东西。好，这样我就来开蓝色的了。我来看一下蓝色的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好的。OK， 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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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有时候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跟我的职业有很大的相反，所以开来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拿到的东西是不是好的了。 OK， 再来，也没有，没有我想要的东西，而且重点是没有星星啊，有了，有一个蓝色的星星，火属性Fireball 才加 3.多%， Coolball 加 2.1%， Lightning Ball 加 9.4%、这个基本上不是我所用的主要职业，虽然我有这个职业，可是没有太大帮助了。剩下最后三粒， OK， 来 Go， 看一下可以拿到什么。让我一个这样差的罗斯顿 damage 才多一个 1.18%， 好过比较多。Charles Panic 有加增加多一个很猫啦，虽然我也还好了这个。OK， so 接下来我们开我们的 S Class 的，看一下可以拿到什么。OK， 希望这九个里面可以拿到。我想要的东西就是那个加农炮的。OK， 有点紧张哇。OK， 开。啊，没有。可是有两个是有星星的，一个蓝色星星，一个黄色星星。So， 哦 ，Oranger 这个还不错，这个有多加一个 Fear Breeze Damage， 多一个11%，不错一下，这一个可以给我的 Ranger 用，然后这一个就，我没有这个职业 Royal Guard， 这个不关我的事 ，So 拿去做。我们讲的秒料吧，看一下可以做到什么东西出来。所以主要先看一下我今天的罗斯顿开有一些哪一些东西出来比较吸引人的。好多新的，这一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这个有我也没有这个行业，没有这个行业，没有这个行业。OK。Assassin Root， 不，其实是 Ranger 用的。OK， 这个不错。所以基本上其他的也没有星星，开到来也只有，我看也只有五六个有星星罢了。存了那么多结果，只有五六个有比较好的。啊，唯一开到比较好的应该是这一个了。加八的这个 Increase SDR。OK。然后其他的跟我的职业有点不相称，所以没有太大的帮助。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合上来的话，我可以合到什么 ？Advance。OK， 通常要合这个的话，我都会选择比较安全的方式，就是三个蓝色来合一个
S 盾 S 的紫色，三个蓝色配一个紫色出来。可是今天想来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一个蓝，一个青，一个紫，因为紫色的有一些是重复的，所以我想要用掉它。这个紫色的重复的，so, 看一下这一个，这个是什么？这一个67，这个38，这个38的这个没什么太大的帮助。看一下，好烦啊，要用掉哪一个呢？这个是10点多。OK， 用掉这个。OK， 88先有几率成为紫色的。OK， 看一下有没有拿到紫色的。保佑啊！哎呀，蓝色的，反而更衰。这个是，我看一下。Move speed。Penalty reduced by 20.28%， Magic reduced 4.68%。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Librarian， OK， 再来。OK， 这个虽然是有点不舍得了，因为我都干，我没有这个职业，用掉它，看一下可不可以配到好的东西。88先，来看一下有没有配到好的东西出来。啊 ，Comic， 这个我有吗？这个有，不是我想要的东西。OK， 再来 ，Crazy 这个是 ，OK， 配这个，加这个，再加。原来紫色的不多了，不然这个修罗的我没用到。Okay， 如果再没有太好的话，我就选择可能两粒蓝色加一粒紫色了。等一下再看一下。OK， 再来试一下蓝色、青色、紫色，这个我肯定没用的。两个蓝色配一个紫色 ，Track S。OK，Track S 来讲的话，我是没有用，我是没有用 Track 的。OK， 试下用掉这个 trap， 85%，其实应该把 S 的放在前面，先把 S 的放在前面，然后这两个放后面，也85%。唉，为何又是罗耶格的？我没用到，难道我真的要转职去罗耶格？看一下，看一下其他的。OK， 这一个我看一下吧，基本上都还。我是这个 banner， 其实我没有用到它的，我可以直接把它转成。哇，不过只有78%。OK， 试一下先，看一下会不会拿到紫色的。没紫色的符文。OK。这三个合一下，蓝色，看一下，太多蓝色了。
色基本上就多过头。有信心，不过这个也不是我要的职业，为何一直开不到我要的职业呢？有点心淡。Range B， OK， 这个也我也没什么用的。好，拜托了，拜托了，哎，又是蓝色的。哦 ，Mewok 加27，所以这个可以给我的 Ranger 用，不错，这样。再来蓝色的，蓝色其实蛮多蓝色一下，不过都没星星的就用掉它吧，有星星的也不是我的职业本业。 OK， 所以看一下可以不可以冲到我想要的，今天就完全冲的一个符文 7.18 线。OK， 这个还好。OK， 用掉这一个，看一下会不会换到更加好。哎，我看还是直接这样算了，直接用五颗来换一颗我自己的职业的。这个五颗来说的话，我就拿这个 SSN 我没有用到，这个也OK， 稍 expansion OK。少一个，可以这一个，好，180，和一个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完结，看一下今天可不可以拿到我这个 Canon， 就是加农炮的符文，保佑保佑保佑，没有拿到。OK， so 总结，开多不一定会拿到， but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会拿到的，我希望可以拿到这个奖，留下一次的视频我会再存多一点。 OK， so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帮我订阅我的频道。 OK， bye。OK， 那么我们就开始。没有开到你。哦，你还没有开始。